大家好，我是李大夫。前两天我们讲了一个颈椎的保健操，对缓解颈椎的僵硬效果非常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教大家另外一个保健操，可以快速改善颈椎的酸痛。来，快跟我学一下吧。那么第一步啊，我们手插起来，第二步手放到颈后，第三步头向后仰和颈椎做对抗，第四步看我肘尖向上提起来，第五步打开合上，打开合上，打开合上，连续20次。侧面做一遍，双手交叉放颈后，头向后仰做对抗，然后肘尖抬起，打开合上，打开合上。做完之后，不仅脖子颈椎会变得非常的轻松松快，而且这个动作可以迅速的改善脑子的循环，甚至还会有头轻眼发亮的感觉。您学会了吗？